今天给大家演示电影，解说快速洗稿。通过剪映生成字幕，通过 Jenny SRT 导出字幕，通过 Subtitle Edit 对字幕进行修改。将字幕导出为文本文件，开始文本朗读，用的是微软 AI。将导出的字幕文本分割为20行，有时会失败，重新生成即可。这就是为什么要文本分段。返回剪映，打开之前的草稿通，通过字幕编码进行视频切割。因为之前是20行每个文本，所以在字幕20、40、60进行切割。
将生成的语音文件导入，进行时间轴矫正。以音频时间为准，调节视频变速选项即可。只是敌人从丧尸大胡子走出，太专心，眼前穷人没有注意背后那头丧尸，载入背景图片，将原字幕挡住。再次生成字幕，将字幕转换成繁体。
他就把怪物的事情和盘托出。然而丧尸危机已经过去九年，丧尸明明全都被冻死了，父亲认为他一定是做噩梦了，温声细语哄。这只是入门级别操作，还有很多地方需要优化。有任何问题，请在留言区留言。冲来狂殴丧尸，可他打的手都出。